王炸钓鱼吧，呱呱呱！哇，这个 OK， 这个又一只，中了又中了又中了又中了。那今天特地来新竹这边啦，我在新竹 OK， 对，有口的部分。对，今天的话我们就先挑了，先不委任。打开就有现场，欢迎光临，永俊哥，我想问一下哈，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清楚的河口，软耳跟硬耳的话，我要选择什么？西谷猎人这一款 Mino， 因为它是属于 Sinking 的 Mino， 本身是稍微有点重量，河口那种属于水流比较急的地方，有一个抗流的作用，那或者是说 Clink 去做一个挖底的动作，但是如果说要钓黑壳，是要做改装一下，副钩会拿掉，换上西谷猎人旋转亮片，再加一颗小小铅，让它配重再重一点，它会比较沉，会在底部更久。好，那卵虫的部分。河口它也算是一种根鱼，但是它目标鱼种是黑蛤、红草、大眼海莲会进来，小饵钓小鱼嘛，嗯，但是乐趣多，所以说像西谷猎人这个系列的软虫、尖尾的都可以享受那种乐趣，或者说像这个西谷猎人这款 T 尾，好、哦，都可以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拼大一点的，那就是大饵钓大鱼。这个叫卡路系列的这款，它是属于虾型的。那我们会用德州跳底的方式去玩。我再推荐一款沙沙超沙，这个叫断带尾。绝望的时候，它是救星的一款，就是一定会咬。我们已经绝望了，我已经绝望了，绝望就服用这个。这个河口段其实鱼都可以吃，因为它如果干潮的话，对不对？就是很淡，海水的比例会比较多。现在上来其实基本上都是海水，它会偏比较河的中间，还是河边偏。黑蛤的话，一种它会跟着流沟跑，那还有一种就是跟着边跑，通常带边边的都会比较小吃一点点。中，有吗？我靠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小花生，小花生，它好小哦、啊，跟米诺一样大的。对啊，它真的是很有气度心哎。没错，这是个咬起来有野心的花生。好，拜拜。帅、啊、哦，它的很像帮那个什么越野品牌代言，你知道吗？下去就。下面是 HR 出的旋转亮片，然后上面是 HR 软虫，然后几头钩，几头钩，射射手手几头钩，自动省略，就是几头钩，几头钩，这种几头钩就是下面有那种，有个环可以让你可以弄它扣，刚好可以搭配那旋转亮片，哇，真是太适合了。然后而且三角形啊，三角形的这种几头钩有个好处，你抽它会第一次进跑。哇、哦。这应该是很强的组合啦，就看有没有有丢锅，专业丢锅。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地盘啦、啊，这环境很熟悉啊，这里就真的像淡水的感觉，好多小鱼哦，超多鱼苗的。哦，有了，哦，哥好像很大，王炸钓鱼吧，呱呱呱呱呱呱，哦，迷你呱，呱呱呱。大钓一棒哦，什么什么？红草，再有一只哦，又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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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是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黑哥 ，OK， 终于耶，一咬，大，大，黑哥又一只，河中啊，小河中，好，小河中，哇，今天的钓况是算。还不错的，我觉得，但是不是正绩，不是正绩，对啊，都小小、啊，但是乐趣很多，而且好像离竹北店也蛮近的吧？哎，对，大概走开车过来大概十来分钟左右。好，那下次的话我就先补给，再直接杀过来， okay, 再挑战。OK， 谢谢，先这样子了。OK， 拜、okay, 拜、okay,。有了有了，中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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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